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祝会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》高注第924页，924页。第七行第七行中啊，看起啊，面对以诸境中种种教诫，端正信心，只有修仙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行信速土，完定不退，禅师真是敬佛呀。这个所在也是刷头前教导咱要安怎来敬佛，这是大善。首先是每一个人拢嘛恳切希望的，最大的善。无必修行的仙，佛跟咱讲，就是来敬佛。这个佛是啥人啊？一定要清楚，咱学佛学这么久了，看到经文就会体会到这个意思。这个佛不是外面的佛，是诸性佛。敬诸性佛啊，这是真正的敬佛。灵台师跟咱讲，好机诸性，人性万法，形象上的诸佛如来，拢是万法。对对来，诸性生的。昨昏有一个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。人对于都未来，
小朋友问这问题，呀，细汉伊就怀疑，人对倒位来，这个世界对倒位来，咱若是甲伊讲真话，伊听无啊，所以我就教伊啊，你慢慢念阿弥陀佛。将来就会明白了。啊，伊家对经常意思来讲，伊这话从心上生啊，愈讲伊也愈听无。安怎是我的心上生呢？这个心就真麻烦咯，心有真心，有妄心。啊，有诸生有阿赖耶，如讲啊，如烦，如讲啊，如罪，都、就是这所在所讲。依此经中种种教诫，有条的思想上就是这复杂，必须都要用复杂的言语，才会当个表述出来。这几句话是真重要的啊！以此经中，免去找别项的，这波就够了。尤其是黄念祖的这个集注啊，有关啊经中教诫部分，在《查经论》祖师大德著述里底，拢甲伊也揭露出来。就那像编文书底下同款，文书底下只要是65种呢。念祖老居士193种啊，193种，比文书底下最足多。几乎是83倍，83种的经论啊，83种经论。祖师大德的著述呢是110种，这个祖师大德差不多拢是开悟的，拢是明心见性，唔是凡夫啊。所以这个注解是集大成啊，集大成佛法的大成啊，种种教诫里面最重要的是啊，端正身心，只有恶修仙。心爱端正，心爱端正，心不烦，如鱼对端正。心啊，知恶修善就端正咯。啊，你看端正身心，知恶修善，下面才有发菩提心。以向专念阿弥陀佛呀，换一句讲，身心不乱不净啊，无知恶无修仙，安尼来发菩提心，念佛好故，真弱真衰啊！只是在阿弥陀里面种一个善根而已，一生当中是真恶成就，啊，所以端正身心，只恶修仙都非常的重要咯。
这是咱袂当讲无去注意的所在。这是咧讲修行功夫，有这个修行的功夫，当然佫无得现前。啊，佫不是甚物呢？行深思透，来注意这行的，毋是思，思是不断向上一级一级的提升。行咧是对边仔就去咯，马上就到咯。树土若是讲树的来讲，就系对于动机土升到即个方便土啦。方便土则个提升到石布土，石布土则个提升到石光土，安尼一级一级提升，伊毋是。伊啊，伫当机土土会当啊入一光土，就叫做啊行超超弯咯。啊，方便土甲石布土是毋免停留，直接就入上一光。头前咱学习过即个。开始磨练，啊，一个开一个明了，伊就入去咯，毋免思，也毋免悟，伊就入去咯。这个一般咧讲是上上君临啊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啊，极乐世界人，花开见佛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大家人拢啊变作上上君临，会用你无？这什么道理呢？道理真简单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都是这道理。啊，阿弥陀佛嘛是凭这个道理，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帮助你快速成佛。对，唔是随便讲的。对啊，真正因就是你啊，本来就是佛啦、啊，这正因。所以阿弥陀佛有这种显卡，你若讲本来不是佛，阿弥陀佛嘛无可奈何啊。是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那现前一切众生嘛是本来是佛。一切人是佛，一切动物啊拢是佛，啊，蛮虫狗遐嘛是佛，一马花草山河大地无强是佛，诸法平等啊，无高下。那是有高下，就是凡夫。修行做得完，快开量都无咯。高下是边界呐，做得完破心见，破边界，破心见。因上的圣见叫做戒处，故上的圣见叫做见处。哎呀，拢总放下了，
这是咱袂当讲毋知影。啊，完整不提，这是真实的敬佛。我敬有佛家是为大善啊。啊，什么是真正的啊敬佛呢？家己成佛，这是敬佛；家己无成佛，敬佛就无圆满。这是大善，大善的名都有解释。大者即大方广自在，绝诸对待光明为大。对待是什么？大的对待是水啊，对面是水，水的对面就是大。这个大无对待。不是大水大，这个大是称赞的意思，伟大的意思。无比殊胜的意思，无物件能超过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大方广的大，大方广啊，这个名词，咱参考资料里底有。你的事业，这是对佛光大师殿内底揭露出来。无畏啊，佛大！中国古人所讲的“大利无畏”，什么叫大？无我，这无我，这是真正大了。小利无累，这中国古人讲的，讲下出这两句话，伫个佛法来讲，拢毋是凡人，至少嘛是明心见性的发心菩萨。你才知道，观教修行都不知道，六道凡夫也不知道，他哪说会出来呢？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当中，确确实实是有不少是佛菩萨化身来的，讲的话跟大乘经上同款，啊，风呢？风的意思就是静立哇风。真正的道理啊，也就是性德相应，大自然规律相应，这叫风啊，静力啊，这个叫做风，静力叫做风啊，风风静静啊。讲咧包袱的意思，包罗万象，什么拢嘛会包容，无食物件是袂包容的。讲啊，讲就是心量啊。啊，风是性的本质，伊也是真理。啊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伊毋是假，伊是真理。大咧是形容，啊，伊是无法度想象的。
言语都断心行处灭，不得意甲称作是呆，呆风讲，这三字都是真如自性。啊，一行是上之理，故此三字。一行是佛究竟说。一行是生活之道，不是菩萨，不是声闻缘觉。声闻叫做修行，缘觉叫做中行，菩萨叫大行。一行生活比菩萨更高一级，那究竟圆满，在佛法里面，咱常常用说法来做比喻。经文呢，这是修学；演讲呢，是中学。菩萨呢是大学，大行，一行是研究所，是博士班，最高的阶层。那大风讲是大小行之通名，我所讲的拢也叫大风讲啊。人都用有大圣经，大圣经内底用去上界讲，大行为风讲波之至上。最高阶层就学的，也就是讲博士班的课程，故称为大风讲。下面举几个比喻，如《大风讲佛华严经》，大风顶如来藏经。大风讲地藏十论经顶该是啊，咱若掀开大藏经内面，你会看到真多经的名字，头前拢冠上啊大风讲，咱就会知影讲这部经所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如今以正理讲遍诸法。我的相呢，无量无边，一项一项都解解释清楚，讲明白，这就是讲遍啦。言语辨别，非讲言，凡事不能辨别。啊，天呢就是一切通达无碍。诸公言宁普渡，极愿见之无自暗，离正着犹破平等之理处啊。这句话啊，真难得。这个公言就是指大风讲，大风讲宁普渡，极愿见啊，是极愿见，就是啊，都、就是因果的
执着。咱通常叫情执，非常深的情执。未当回头啊！完全是迷在，只的其中。大方讲灵魄，你正着幽魄，幽是比如深，魄你是比如广，就是讲最深、最广的自性啊，也都是实相。正着幽魄，就是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完全拢通达。明白咯，明白是甚么款呢？明定之理处啊，万法是明定的，万法是一如的，万法的体都是自性，都是法性。这都是禅宗所讲的。明心见性，教下所讲的大开眼界，念佛人所讲的啊，理心不乱，都是这个境界，这叫做大仙。又回说文，佛如仙见欲。见闻色的业故为大仙，众生每天都自六道轮回因，受这些苦报，何必是破病的人？佛所讲的这个一切法呢，叫做大方讲。何必都是善见药？只要你看到这个药啊，闻到这个药的香味，病就好了。无论什么款病，拢嘛医好了。这个大仙啊，佛法。金刚经上讲啊，真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么做一个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，也幸福美满的啊人生。照这部经典的学习，都是大仙。会挽救你一切愿望。这个经，未当无听，未当无悟。世间什么拢是假，无常是真呢？为什么？世间无论的是创什么，最后未当脱离这个轮回啊！这都是一生啊所作所为，最后的成绩得有是零。万般将不苦，唯有业随心啊！偌悲哀的啊！做业都是爱修报啊，做善业三善多啊修报。
做恶业咯，三恶都受报。所以你来知影，天堂个地界是平等的，消业障的啊。三恶都是咧消罪业的啊，三善都是咧消善业的啊，拢嘛是消业。自作自受，自性清净心内底是无善恶。哪个无善恶，两净都拢无。想法个内底，顶面四层叫做四性法界，有两净啊，无善恶。啊，声闻缘觉是念。佛菩萨是净，有念净，无善恶。六道轮回内底，伊拢是念，无净，叫做恶作恶事啊。作就是念，六道内底无净。念内面是有善恶，念实际上就是佛家咧讲的习气啊。六道内底是有善的习气，有恶的习气。啊，因为有善恶，所以有三善道、三恶道。拢是自作自受。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，念佛度恶，都就是改动调的。也都是断恶的意思，英文就四句：适当念佛，戒断好疑，不住爱欲，度众恶缘。都故为拢嘛是分，何靠不心对诸性来对捞出来，感应至亲，啊，实实在在，老老实实，跟你讲。应当念佛，为什么念佛会当帮助下面这三句？念佛就会当截断好疑，个信心提着。念佛啦，都会当帮助你不住爱欲。你诶啊，菩提心现前咯。念佛啦，都会当多种恶缘啦，你慈悲心出现咯。啊，信心、愿心、念心，拢是性德啊。念佛就会当把障碍啊化解，化解咯。哦，诸性缓慢的露出来。
咱来看两路的主界，十种念佛这段佛语，以念佛方式，应好好温，好事啊，好担。啊，咱恭恭敬敬的，把佛的恩德接受过来，不起不息，也都发扬光大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念佛，念佛就是真正承担了阿弥陀佛度化众生这项的大事业。很马家己承担家己将来往生啊，不提升佛，同时换一句佛号，广遍十方，和十方世界众生拢听到这句佛号。拢敬圣君，拄着善言圣君的增长，将来就是因为这个圣君，伊嘛会敬愿之名往生净土，那伊嘛得到咯。所以这是真正的大善，不是小善。念佛呢，这是真正的这个敬佛啊，佛恩，改善愿海，六利方明。是为和温中最上之温，但有佛有这多年拢唔知影，逐工咧拜阿弥陀佛的像。拜释迦牟尼佛的像，唔知影讲即句佛号啦，是佛恩中最上之恩啦，唔知影。啊，由于念佛的方式三业敬奉，咱若只知念佛，唔知念佛是三业敬奉，是什么原因？咱迷惑咯。咱初心大意啊，对经教无认真细心的去体会啊，等到有一天体会到佛讲甲遮清楚，遮明白，
为什么咱一边一边去读，一边一边咧听，总是无听出来，无体会到啊？这什么原因？咱的静心无够啊？都、就是印光法师上讲的啊。一分圣经得到一分利益，十分的圣经得到十分利益。啊，咱是安怎？咱连一分圣经都拢无，所以逐工念，念几十年白念咯。那会知影白念？你想看嘛？你有偌侪梦想？你有偌侪杂念？啊，就知影咯。啊，今年的这个梦想比去年减一半了，你也真好，你有进步。今年的梦想比去年的梦想，那像那讲无减少啊，也搁在增加。啊，你都白念了。哎呀，很壮嘞！最黑咯，慢慢老咯。啊，老咯，家己都会想着讲，我逐工啊接近无常啊，这个时阵真正忏悔心现前。真正为国的心献前，因为你也不出轮回，对三恶道的成分决定超过三善道。我对佛门做代志，好做得无如法啦。无如法，换一句话讲，那是无功德惹来罪过啊！安怎要安尼讲？我的经教我无了解啊，我未晓，这是痴啊！佛教多难，无去做。这是疏忽啦，无听明白是迷惑。咱用迷惑的心、疏忽的心来学佛，这有罪过啊！和社会大众看到佛教徒是这款的哦，大家啊看到你的行为，甲对佛教的信心丧失了。这都是罪啊！啊，不是讲你做什么歹事，你让人对佛教有批评，不敬的这个批评，偏狭的批评不敬，影响大众。丧失信心，这个罪都要承担。啊，你若是名利心较重，你就会做严重的这个罪业。啊，惹到佛教的，以后去创家己的名门利欲，这个就是啊三毒罪业咯。啊，为什么我要劝大家，大家爱读经，大家爱听讲，就是要破这两种迷惑。
一种迷信，一种疏忽。下面讲，由于念佛方式三业境方，三业就是心口意啊。多念六根，净念上界，心口意三专立佛中，此是真实归境。甲归境的这个标准。甲人讲，归是归依，境是理境。那咱拢修过三归依，但有归无？无啊。也是徛伫。烦恼是起的这边，无回到佛法啦。所以归依是假，有名无实，名地过欢。你讲你哪会无罪呢？那归佛是讲理不明，咱今仔日也是没理不觉。张家大师早年教我检验的方法，我拢甲大家报告过，我不念佛。将家大师啊，检验的方法，就是讲你有做够无？做够了就真正，无做够是假啊。啊，咱三规有做够无？我早起起来到暗时去困，即工是毋是觉离不眠呢？可怜那是觉离不灭，我真正是归魂咯。啊，净离不暇，这就是归法；净离不念，这就是归精。归法是端正心行。归精，那就是清净，不染，无染污。也就是讲，咱用佛家啦，简单的俗语，真正归佛的人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觉。起心动念没了，归法的人，精力不暇。就是经来对教咱的端正心行，
在念佛的法门乞丐念佛，未分别啦，归正就是未执着，清净不念，也就是讲未好画面境界啊所感染。啊，未予外面的境界影响，这才是真正皈依三宝啊！若是伫个起心动念，若是伫个言语造作，这叫做皈依啊！啊，所以皈依三宝是自性三宝啊！未当唔知啊，形象上的三宝是表法的。为什么佛在佛像？佛在佛像意思就是讲，看到佛像，佛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我爱学伊啊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觉啊。那为什么供养法宝呢？供养法宝是每天都要念的，每天要读的，依教我们要依教奉行的，这叫做皈依法宝啊。每一部经典的里面都有戒定慧，正像我们现在念这段，这段是上个戒律呢。皈依正，正是出家人。若君清净，一点不念，伊念不念，咱唔免去管伊。咱唔通受伊影响，咱要看伊的形象。我家己要一点不念。伊提醒我，所以讲，主持三宝的作用，就是提醒阿佛的人。都爱觉正正，觉理不迷，正理不邪，正理不念，是这个意思。三宝对咱的功德啊，咱难通去批评别人，爱我倒转来批评家己，安尼才对啊，别人甲咱无相干啊。那多念六根，念修啊，就是甲六根修转来，六根走出去咯，眼见色。你闻声，你嗅香，这香味，身体的感触，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的分别执着，拢是对外走出去。佛家人就爱把这个六根收回来，当然六根就是收回来，唔通去啊演外面。因内面，内面是自性，自性呢是有，自性啊唔是形象，所以自性是无一物，
每一步才会生万法。随生万法啦、啊，万法都是虚幻的啊，都不是真的。那多了六根呢，就是六根都爱修掉家己的本位，看好清楚，听好清楚，是伊的本领，绝对唔能放咧心内。绝对讲袂互外面的境界所干扰，啊就对啊。所以啊，常常想着讲，古底有一句话讲到最好的，用心愈行。啊，咱用心就是用六根，啊，像行同款。啊，行这外面境界，这个清清楚楚有念有无无啊？唔是讲无照的时阵无念有，就咧照的时阵伊嘛是无念有。诸佛家发心菩萨啦，因咧用心的亲像行同款的啊。目睭看啊清清楚楚是智慧。伊讲听啊清楚嘛是智慧，决定袂染污，决定袂受咧干扰，迄阵袂藏伫个心内，见识袂甲即个识藏咧心内，人见所见拢袂藏伫心内，人闻所闻也袂藏伫心内。啊，六根啊，对六尘境界。决定是每家六根啊、六尘啊，放在心内，这叫做发心菩萨。这就是诸佛如来，这就是三业净空。啊，心靠依三，专立佛中，佛就是诸行啊。这都是真正的皈依啊。咱无人了解啊！也做伫佛菩萨面前发一个愿念，我就皈依了。皈依做无够啊！日常生活、工作太人接物，也个是咧互烦恼啊，伫咧做主。烦恼是啥物？我喜欢的，我无喜欢的，伊当家咯。啊，我喜欢的，我就要想尽方法去得到伊。占有、控制伊，支配伊啊，有遮侪念头伫个，就拢伫是咧作业。为甚物伊都毋知影这万法皆空？伊毋知影讲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根本都得袂着。哪讲外面你得袂着，家己身体嘛得袂着。身体敢会当可以讲停止啊？袂老，做袂到啊！身体刹那刹那拢在变化，分分秒秒拢伫咧变化。啊，一秒钟已经啊变化1600条次咯。啊，一分钟60秒，1600条，过来乘60是一分钟。伊啊，唔知影是假啊，假的当作真呢，假真的当作假，什么是真呢？假如世界才是真呢？
你唔相信你该当假呀？现在呀、啊，全部世界是假，啊，你个假呀当作是真呢？你个真呢当作是假呀？没些颠倒啊！啊 ，A 面都甲人讲咯，若有真实念佛，修持切断好疑，何生多疑，何闻好疑？行念不念作疑，不敢用命的钱为之好疑。当地义军未登，即是罪军。啊，这个标准，念佛就是记。那为什么咱呢？确确实实是半信半疑啊。那是真心，你就会把这个世间万缘放下。一心念佛啊，前几年吴中昌伫深圳干做一个榜样，伊啊才30多岁呢，少年人听到念佛3年会成功，伊就闭关3年。看是真的也是假，伊也虽然有疑，伊认真去做。这个3年，每天听经念佛，念到2年10个月，搁差2个月满3年，有的时子往生了，真正去了，唔是假呀。甲咱念佛的人做证明，伊也有寿命，伊无爱咯。好事啊！啊，老素芬的大姐老素清，伊的寿命还够10年，无爱了。啊，法官念佛往生，做好大家来看，别人往生，你是安尼走的，真正去咯。发这个愿有偌久？大概1个月，一个月就走了。寿命不爱低的话，做一个念佛的榜样，给大家来看，真正去咯。啊，那没安怎来念佛才会当往生呢？现在啊，念佛的方式足多啊，真杂啊，真乱。而倒一个方法最好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有宝鼎西这个方法上好，为无压力。底下老法师这个法门已传的啊。啊，避方便观，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，你也无出门，每天功课拢真简单，我听说唔捌字啊，
伊毋免念经，伊著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六字。老和尚家己念忝了，也著休困，休困好了，搁再去念，无分迷日。你若是感觉忝了，啊，你著倒来休困，精神咯，搁刷落去念。无你是暗时的啊，就是一句好了念到底，一三年，嘛是无敌时机，徛咧往生。啊，肯定讲伊还阁有寿命啦，伊无爱滴咯。这时间太苦了，得福气咯。走去了后啊，又徛三天，但啊，对韩法师那个办休书，迄、那个时阵交通不方便啊，所以装卡来到城里，一抓都哎呀，惊一天啊，来回了两天。老和尚啊，赶来退衙办休书啊，来回是三更啊。那徛咧往生，我捌听过，是了后过徛三更，大概啊，都、就是啊，保定西一个人尔。我伫四十多年前，伫黄山教书，有黄山的长工甲我讲，因的故乡将军乡，台南将军乡，有些老太太嘛徛咧往生，旧年的代志啊，伊亲目所看到，因是厝边，亲目看到。甲我讲念佛是真的，绝对毋是假的。那老太太念佛三年，这个拢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啦，摆在面前。你一定要知影，这个世界明文利用一项拢嘛炸袂起的，那安怎呢？放下啦！一切为弘扬啊，净法；一切啊为利益众生，唔通为别行，别行代志卖做，这个代志都爱做啊。啊，昨昏我接受大公伯访问。啊，所以昨昏的钢筋就停起来。早起停了，访问的时阵，伊问阿公：“我以后我先怕什么？”想要做什么代志无？哇，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，老咯。马六甲建汉学院，苏里兰卡建两个大学，我甲英国家建议的。促成啊，这项好事，我未参与，我嘛未去边去大。
你嘛有想讲要叫我去做校长，我讲袂用哩。因学校啦是起好，大概我九十岁咯。我去做这工作的道理啊，我建议总统做校长。好好啦，起好了，我身体啦，讲也够健康。我爷啊，教授的身份，伫迄地去教一门功课，无量寿经。希望啊，无量寿经有传人。我只有啊，这项代志呢，有即马着急咯。我有戏咯，我嘛有甲同学讲过啊，香港其他地区也无消息，我找吴英法师，啊，昨昏伊来咯。参加我这个访问，阿弥我就跟他参详，我要用的寺庙，台南极乐寺，啊，这个寺庙是一个学校，内面有一个大教室。会当用了300个人，有6个小教室，会当用了50-60个人。我想要伫这所在培养，无量寿经啊，就是啊，这部经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读书清辩，句句自见。咱个即个理念甲方法落实啊，都是啊一部经，无量寿经，一部注解，五念祖老居士注解，现在变作一本的科注。学习的期间是一年，啊，咱学生诶，即个名额未超过20个人，超过20个人，咱精神体力照顾未来，所以我甲你讲，10个正科生，10个旁听生，一年诶时间就也结业，第二年则阁有新诶一批来。旧的学生会使担任助教，帮助新的。啊，这批学生将来伫汉学院、龙溪大学，拢会使去担任教授。来传这部经，咱来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喜欢，啊，那是讲啊，学习其他的经典，我记起讲起。然后落来完整的录像带，或者是录音带，嘛会用你啊。咱若遵守学习的理念，就是一门深入。当时分修，方法呢就是读书清辩，记忆自见。
应该得定，因定开会。咱行古早人这条路，看卖是毋是行会通？我甲几个同学志同道合的做伙来有。所以这个下面就讲啊，真好，要有真实念佛，就是七等无疑。这个话太重要了，那受怀疑绝对未成就，要有坚定的信心嘛。决定都唔通啊，怀疑，遐行人。不能作疑，你就未当精进啊！啊，所以下面就讲咯，疑君未当，就是罪君啊。这些真的不是假啊，伊的反面就是信。身为道元功德母啊，那这个道是明心见性，信心呢就是明心见性的根源，那是成佛道的基础。信心是无容易啊。就看有一点啊怀疑，都会甲你诶，这个功德啊，你的修行拢总甲破坏，你的烦恼习气都会暴露出来。啊，对你看出来，贪嗔痴慢呐，啊，贪嗔痴慢暴露在表面，这是凡夫啊。是去六道生死的现象，不是念佛人的现象，念佛人无。啊，伊的这句佛号会甲烦恼习气甲对调的，就算讲有啊，伊控制掉，未发作，也会发作。这个人都是无修养。哎，原谅伊啊！也是佮太重了，应该原谅。为什么？伊无恶计，无人教伊啊。这就是经典上定咧讲啊，可怜悯者，应当原谅，好好甲照顾家己。下面讲同是信是疑，半信半疑。下面讲啊，试炼你疑心未安，心不是安在这道上。一口啊，虽念佛离心无他宗，该非真实念。不是真实念佛，最大的念佛，也想要学禅，也想要学密，还佫想要学别的法门，这就错了。杂修啊，伊都唔是专修啊。转修才会去得到三昧，第三昧才会开悟。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是这款传法，咱来知影。咱若是做错了。这世人的精力啊，时间啊，拢浪费咯。
哦，最后一事无成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要知以前不断正信啊，人生啊，性观啊，有亏主流欠款。这个问题偌严重呢？古书七段何疑？老师念起，无得啦，念起啊，无得就是讲一直念落去，拼命念落去，直拼到死。花开见佛，我无生念，如是则是大善。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。啊，决定往生，临终的随想，平常的修为相应，这才是决定往生。临终的随想甲平常修行无相应，啊，对附体、对灵媒、对神通感应，迄、那个所在得到的念佛往生啊，拢嘛皆不可靠啊。唔通相信，那真正相信佛的话，佛的话啊，拢嘛是伫经典的顶面。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阵，家人是依法，依法不依人。注意的去读一个观经上品上生中，啊，你就明白咯。佛教导人爱坚定信心，就是讲释迦弥陀再来。当面啊，甲咱讲，我也是有更较好的方法，比这个快速、更较稳当。咱看到爱磕头谢礼啊，多谢佛的教诲，我也是依照经典来修行，安就对啊。这个信心啊，是对经典产生信心。对经典的三心怀疑也就完了。这上可怕的代志了。随疑情那是大麻烦啦。有这个物件，正信就难生啊！唔相信经典所讲的，相信啊附体，相信啊鬼神呢？这就是信观啊有亏。无定在地，修无幻术的地，中枪的地，
然后受清的呢，来自咱的面前。啊，因这人拢是依靠经典，绝对袂依靠灵媒。这个要紧啊！所以讲，叫咱爱相信家己啊，啊，相信宗教啊，啊，老实个念落去，一直个念落去，拼命念落去，一直拼到死。花开见佛，五无生忍，啊，就啊成佛咯，这叫做啊大仙呐。顶面说明讲断疑念佛，下面又搁甲咱讲咯，念佛就会啊断疑啊。这句话啊，咱都要去想看卖，为什么咱对于经典的怀疑呢？求教有灵媒，甲通灵的人看甲真重，甲因的话时阵啊，当作金玉良言，超级啊经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经典无念了解，无念啊通达，才有这款现象。这个现象对咱是无好处啊！啊，中国的古人啊，有一句话啊，讲得真好：谣言只有地价。啊，谣言，每一个朝代拢嘛有，谁人相信咧？无知的人才会相信，有智慧的人，伊是会相信的啊。啊，有智慧的人，伊心是定的。无智慧的人，也心是浮动的啊，摇摆不定啊。咱来明了，真正念佛，一心念佛。念到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是真心吗？虽然不是圆满，九分的是真心，伊就超越六道轮回咯。六道的众生拢嘛是用蒙心，啊，清净心现前就是阿罗汉。是涅槃之分啦、啊，啊，因是用真心，袂咧用妄心。啊，六字文，六念双修念佛三昧，宁读谈亲戚，无问现在啊，记起未来。一切诸相皆皆独呀，这都是念佛的功德啊！啊，咱的念佛都无念到这款的功德，咱今仔日的信心有出问题咯，愿心嘛是出问题，
念佛功夫啊，同款会出问题。妄念多啊，佛念少啊。佛念是抵袂掉一个妄念。啊，若是讲即款的情形，咱袂当讲无警惕。警惕什么呢？咱若对有，应总会修学，功夫不得力。那换一句话讲，咱的来生决定会去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当中修一点么修仙，来生会得到人生都袂歹咯啊！惊讲是这个人生啊是得袂着，都会去三途啦，一定都爱会知影，天龙人间。观定法师在大世纪圆通中所抄里面讲的念佛人的一百种古报，念佛人将来去处有一百个所在，头一个是无间地狱。我该注意讲过真侪摆。我伫台中有大世纪啊，圆通中，我的参考资料就是依照观定法师的著抄，著抄讲啊真详细。我看到这一百种古布，我甲李老师请教，也毋是好代志啊。那去对无间地狱呢？老师为了这个代志，在讲经的时阵，用一堂课甲阮细说这款的道理。虽然讲是念佛啊，不如法，梦想分别争执啊，拢无放下。起心动念，也是在识名利啊。处心积虑，也阁是损人利己啊。啊，讲好听的是方法。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世间的名利，是为这个，都不是啊，真正为家己往生，不是为了这个，家己啊，一项都拢无放下，烦恼习气常常去现行。顺家己的意思的，想要控制，想要啊占有，无合家己意思，希望远离。这是这烦恼啊，这是智慧，智慧也是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。释迦牟尼佛甲咱做出榜样，就伫蟠桃溪，人真戆啊，
有气啊，无一人佮意啊。佮意是丢流伊啊，佮意是好啊，你个教导，这伊啊正阿罗汉果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看到菩萨的心肠，我没看到。我看到的都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。这个拢嘛是咱家己都爱深深反省的，爱把经文当作是宝贝。下面阎罗甲咱解释，有痴啊、小智啊，小智呢都是啊无智慧，心结好疑。为什么呢？经读太少了，听经嘛会用呢？听不醉啊，我感悟，智慧无开啊。所以心内都有怀疑，念佛如痴，疑情自断，安怎念呢？一向专念，放下万缘。现在有专念，缘放未落，所以念佛的时阵啊，都有梦想，都有杂念，把念佛的功德拢总给破掉了。念地云峰，云峰是后位大师，这两位大师拢嘛有讲。佛号道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主乃适当念佛，即等何以之有意义啊？又是一种诶解释，一个另外一个意思。啊，念佛。就规矩诶，这个规矩都是概率。根本的概率都是三个根。地主归，改名篇是善业，无做教啊，无人真正咧学啊，所以伊个根本都有亏，这个疑就真歹断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提倡诶。把三个根找回来，啊，真正把这三个根奠定起来。经常在讲的这些八边，
拢有救啊！啊，大军大本对孝敬。好有庙，好有祖宗，应有佛陀，应有师长，历代祖师代代相传，这是咱的老师。有孝。有敬，有感应，啊！一生会拄到好的老师，若无孝敬的心，这一生是拄袂到，拄到人嘛毋肯教你，嘛袂插你啊！下面两句，诸爱欲，都将恶缘，这两句，经行文，把欲者，令离烦恼，都些意思。人伫世间，为甚物要活？为欲望，这是凡夫啊！凡夫若无欲望，伊活着有甚物意思呢？佛陀毋是安尼生啊！佛菩萨出现伫即个世间。确确实实是要帮助众生啊，不迷开悟，啊放下做我的境界，回归自性，这无讲的啊。念老甲咱解释，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，故宽不度爱欲。那六道轮回遮尔艰苦，苦的根本啊是啥物呢？就是贪欲啊！啊，所以佛讲的这烦恼，26个烦恼心所，贪放在第一位，贪有轨道相应。结婚咯，他们内底有杀，他们内底有刀，就死不干地狱咯。啊，他们甲杀刀是非常容易结合，啊，家己想要贪得。都要甲敌对诶消灭咯。毒气，毋是杀就是刀啊！即个爱认识啊，
哎哟，唔是好代志。哎哟，是六道轮回根本啊！啊，那讲这个哎哟啊，是一切众苦的根源啊。人若未离这内底，就未当回头咯。啊，多种恶缘啊，多是多些啊。意思是讲，把种恶的源头个脱掉的。用耶稣法，多种恶缘，用离恶业，多有色呀。恶业就是积恶多加本啊，用种恶缘，导致断色。知啊为多，这是书啊顶面咧讲的啊。咱来看下面，下面就是念老用白话来解释，净耶稣的大意是多种恶缘之意。这段书讲的，这是。用力恶业，恶业是绝对唔当去做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恶业会好人啊入去恶道啊，乃恶处之本啊。恶处就是三恶道，恶业就是三恶道的根本。所以他叫做是恶缘。啊，你会把这个恶缘给脱掉的，未搁再去做这个三恶业。啊，你都未去对啊，啊，三恶道咯。啊，运动要安怎做人？难道不用逼了？元修大师在梵文观顶面提出注解，是个啊功令，修华严的啊，必须爱遵守，爱奉行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，咱今仔日虽然呢，未当啊妙用，妙用是不着相，随顺顺境显缘，未生贪爱。随顺，逆境恶缘，未生嗔恚。这款人念佛决定得生净土，啊！伫个顺境内面，想要控制，想要占有，想要支配啊！在逆境的恶缘里面，心意万分，心意不好的念头，
这拢嘛是咧啊，作业啊。家己起心动念是恶业，加三多久步，去甲人结冤仇，结冤仇咯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啊，无完无了，麻烦就真大咯。凡夫唔知呀，佛看个真清楚。啊，往往是这小块代志，也去真大的愤怒，啊，叫做真深的万分，哎，报足多事啊！你像古波是一。一摆呀，比一摆较凄惨，一摆比一摆较严重，到最后拢全部去无间地狱咯。啊，有福的人。还有这个善因啊，这个善因就是阿赖耶来对有佛的经济啊。比如说，等到佫再拄着佛法，接受咯，会相信咯，佛菩萨才会来帮助你，帮助你把这个结掏开。啊，这个时阵你发心要修行了，那是拄到净土宗，你会往生；拄未到净土宗，有的时间还阁真长。这是啊，事实真相，未当唔知影呀。非常的恐怖、可怕的现象。他太上感应篇、安史专书、文昌帝君音质文，你都会明白咯。业障深重的人。亲像遮个主，真正古人咧讲个，读书清辩，句句自见。念经啊，一清辩就会降魔，会回头。那无咧，念是念袂当回头啊？为什么？习气太深咯。啊，一边两边回头，迄是有大善根的人啊，迄毋是普通人。普通的人总是爱几十遍、几百遍，这呀产生效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啊。